家姐，琴晚你去孝大班走过花燕之后，有条红毛鬼死咗上嚟，话要搵花姑娘王。事关成个长乐花寨得金仔拉我哋两姊妹识得些小鸡肠，你拉金仔都系红派牙姑，老早就出宗，所以呢镬俾我攞到笋嘢。条鬼老碌奔走有成八寸。 不过俾我含佢过阵，到已经俾我吹爆。佢仲话我啲烧公啡呢骨，除咗科咗涉满做肉金之外，送咗成盘叫做汤喜露，加翻鬼寒冷水俾我补身咁话。一场姊妹，我紧要埋你两份饮。细妹，汤喜露汽水公司。自从向中华民国初年成立以来，所制嘅嗰款寒冷水都系供应被香港海陆军、皇家马打、皇家医院、拉啲西人会所，已经成十几年。向中华民国17年夏天先至开始卖出街，佢哋嘅寒冷水最后响热天消暑解渴，尤其是三边橙露、辣、蔷薇水。呢一两种就最耍家。